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恐惧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华府，把他野区擦个眼儿。撤撤，打完就跑。你撤，再见，一直追呀、啊？怎么一直追呀、啊？错了，哥，别追了，行吗？哎，走避！哎，非得鸡巴嘴像有毛病似的，没闪现。那我上线儿不吃了，我他妈能让你打好野吗？你喜欢追是吧？你是不是喜欢追？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追？啊，我能让你打好野吗？我今天我能让你打野吗？哥，错了，哥。能让你打野吧，今天咱俩指定没完，我指定不能让你打野。我肯定不能让你打。我肯定不能让你打，今天。你跟我玩，我他妈跟你玩死，我玩死你。我指定不能让你打。哎，你打野，我直接去后边找你。我馅儿不吃了，咱俩今天就搁这玩儿。你他喜欢打野是吗？啊，你喜欢追，我让你追来。直接跟他爆了，干他！你去干他！这野区全是你的，线上我自己想办法。四级打一级，那没办法了，我直接一手经验补偿机制。我操！不行啊，他等级还是太高了。好疼啊！我怎么升级这么慢？没事，我有坚印。德玛西亚万岁！跟我上！
哎呦，他溜了，他溜了，帮我守一下。不好杀呀，不好杀呀，完了，我打了一个所有人，我操，不好杀，别来了，不好杀，不好杀，溜了，你等你溜了，你要是溜了行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就把那个寡妇给我盯死，明白了吗？勇猛作战，公平行事。冲啊！绝不动摇。我对他属实是没什么想法，溜了，瞎子来了能杀，瞎子得溜。不知道他打的好没好。德玛西亚万丈一心，你俩好好玩，绝不动摇。冲散他们的阵型，胜利在握。还不回呀、啊？你要跟我耗死是吧？啊哈！我们虾哥马上过来收拾你啊，你别急，小的等级落后很难打的，是啊，等级落后很难打，等级落后比前落后更难打。还行，已经少了14刀。国王万岁！回家出装备。忠于自己的心。还要出破败，慢慢跟他玩。我们也不着急。谁知道晚豪的 W 两级的话是多少秒吸地？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晚豪的 W 二级是多少吸地吗？
21吗？有我的坚硬吸地长没？德玛西亚万岁！绝不动摇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好厉害的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不牛逼了。不牛逼了。再见。你看着没，我把他杀了，我的等级还是落后的，我还落后他一级。我是真服气。上车。没招了这。哎，打死一个还行，可以接受。
打不过他。多人儿，我操！为了那些不能作战的人而战，你招杀级放技能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不追了，你们不追，我追你们。放心，这没有眼儿，不牛逼了。嗯，不牛逼了。我应该是死了吧，没地方跑了，没招了。跟我其实没用，你跟瞎子吧，别跟我，跟我我这等级提不上来呀。我们这盖伦得先提等级，然后才能是加个猫。